阿娘你好，我是小花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，是关于四海争奇的第三期预告片哦。好的，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，我们的2022年就要过去了，2023年就要来了哦。那我们的四海争奇呢，也迎来了第三期的部分。那预计四海争奇呢，会在12月30号是星期五，或是1月6号正式上线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口袋就要破洞了。因为已经来到年底年初了嘛，过年大家花钱的地方比较多哦，可是天都还是照旧依然会上线相同的，就是一相应的活动啦。在我们的这个四海争奇之后呢，我们等的就是过年，然后就是来大雷厨啊。所以大家好好规划一下自己在游戏上的金钱的部分，大雷厨是必须得储的，那个其他活动你都不拉，但大雷厨是绝对要拉的，这个概念你应该是明白的。好，我们在四海争奇的第三期呢，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是这个部分，就是看到那个尾巴有没有。四海争奇的第三期出的是白发哦，哪个白发呢？我们在开头的动画当中大家已经有看到了，那我们这个白发是我们的四海争奇当中首当其冲的第一副白发。当然在下期的第四期的四海争奇也是白发，是风华小雪。那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头发没放下来。那我们不讲下期，先讲这一期啊。那我们讲这一期四海争奇的部分呢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跑圈的部分还是照旧啊。因为我们的台服是没有上线组队的，其实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不上线组队呢？因为组队最容易皆大欢喜，然后让很多白嫖月卡小账号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奖励，就是何乐而不为啦。这一点我就不明白那个运营到底要这样，为什么把那个组队拿掉啊？这其实蛮刺激消费的，你为什么要拿掉它呢？好哦，那我们说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跑圈的时候能获得什么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跑圈的时候呢，有分这三类，一个是分在我们的金色的、紫色的跟蓝色的部分呢，就是每一个我们停靠那个圈的位置。要首先我们在金色的部分呢，拿到的是神品心法，然后绑点神魄啊，帮供，还有这个狼纹碎片自选礼。哎，狼纹碎片自选礼，这个你快就想。我到底要选什么？这个有点问号了，因为像是出我们的那个七魄嘛，还有一万银两。那紫色的部分呢，就是来到龙柱自选礼和神侠招募令，还有绑点一样，还是有原彩镜，还有包括我们的助神令、狼纹碎片宝甲。哎，等一下我们来说这个事情。那蓝色的跑圈部分就是一些小小的，也是小小的绑点神魄跟天鹰礼券呢。那所以照来说，如果你在跑圈的时候最喜欢获得的是什么呢？一般是绑点啊，然后神品心法啊，帮供我觉得有点太少了，音量就一点点了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还是觉得神侠招募灵会相对比较好一些，其他我觉得也就还好。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天鹰礼券啊。那问题来了，大家其实会问哦，就是为什么这里面没有出现奇魄的内容跟我们的这个经纬部分，比如说经纬兑换的产品呢？很有意思的点是这样的，我们当时上线四海争奇的时候，就这一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经纬，就是这个发放完之后，就这个出完之后，这个出完之后，然后才出的四海争奇啊，这个出完之后才出的那个经纬系统，所以在这一期当中的兑换的材料是没有看到任何跟经纬相关的。不知道台服上线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一下修正，就是把它修正，就是跟我们这个是有关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兑换的部分。那兑换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两团啊，那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金色的部分优先兑换的一定是优先兑换，这个就不用讲了吧，优先兑换这个一定是换天涯物啊，这少不掉天涯物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有拉满的话，就基本上上面全部都换掉了，然后下面换自己要用换了。还有就是黑色的尾巴，现在的天衣的部分，你可能白色的尾巴如果还没有累积抽到超过这个500次的话，它触发那个白色的尾巴概率比较低，因为我们这个家里面只要有超过500次的，像有抽到尾巴比较多，然后比如说白嫖也有，就是突然上线然后白嫖按一次也会有哦。所以呢，这个还是要有个抽的次数，不是累积多少，是你这一期一共抽了多少，超过500之后我们的尾巴就容易上线了。那我们的天衣阁时间其实比较长哦，那在白嫖情况下，一个月免费的那种白嫖，就是绑点之类买的，还有那个免费的有120次哦，所以基本上在就是卡机的情况下再算一下，从它上到现在能拿到尾巴的大家是概率非常高的，所以大家注意一下。
好，我们的兑换后面就是神兵啊、沧浪剑、玲珑炉，那基本上推荐就换天舞。那尾巴我是很想换，虽然我有白色，但是我还是想收黑色，黑白配嘛。然后在玲珑炉，玲珑是必不可少的，在活动当中天舞跟玲珑炉那是必拉的。那有这个做正派的各位的话，那还要换一下我们的大铁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不要去算价值的东西，因为他抽的时候跑圈的时候已经有东西了，然后额外再给的东西啊。那这里面最糟糕的是神品图纸，因为神品图纸就是白嫖的账号，你打完两季的陨星也是已经十二件出战，就是脸实在太黑的话也有十件啊。那你就这个换神品图纸好像这个就变得很鸡肋，就是没有特别需要换它啊。因为我们在第三季的陨星当中换的是陈霞的图纸，那这个就没什么用啊。好，我们来讲下面的那个真奇八荒的部分。那真奇八荒到底要兑换什么呢？真奇八荒就是兑换，你看哦，就是武林传说紫玄铃。白小生如果太多，你们想换也是可以。只是在这边的话，我觉得优先换武林传说紫玄铃，然后再换神品心法。那蓝纹残片紫玄铃的话，其实也不是不能换，还是可以换。188没有满的还是可以换哦。像我江湖之料就不用换，因为我已经满了。那额外就是比如说帮供可以换了。那你缺原彩镜，我不缺，我不换。然后时下招募令我可以换，因为我可以想要去多交一些，多存一些，因为毕竟后面要上血雾梅跟公子玉，其实你要算时间也很快了。然后那个什么银龙出银龙生我都不需要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拉满的话，这个要换的东西就比较多，那要好好做一下相应的规划啊。这个我们来下面看一下，那个大家没有看到那个封面我们能获得的部分，因为之前在我的社群大家还蛮常问的。好，这个部分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一期的四海争奇的奖励，当然因为当时这个是跟组队有关系的，组队怎么怎么，我真的是不忍，就是为什么要把组队拿掉呢？我真的很好奇耶，因为组队的方式真的有机会让可能不怎么花钱的人出来花钱，哎，要的不是流水吗？偷偷吐槽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大家有问到这个头框跟这个旗袍的关系哦。那因为我们在上一次上线的时候呢，头框气泡跟拉的圈数有关系，大家就是有想要这个头框气泡，我是很想要的。我叫小花，我怎么会不喜欢花呢？这个动画就是非常的小清新的感觉了。那这个大家可以后续等到上线再来看一下啊。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就来自于就是我们，这是我们上一期，然后四海奇珍呢预估的那个需要花的钱呢、哦，那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其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，应该设定也是110圈。在正式上线的时候我会另外再做影片的部分，然后还包括就是清楚计算我们每一个圈数需要花费的金额、哦、所以在这里大家就是预留一下，应该也是在90圈是 5.6 单，一单是1560块新台币，不管你们是不是用带出来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我们都算原价，原价是一单是1560块。那 CP 最高的一般都是到达累积满的，累积多少圈然后的换天使啊，因为它是有累积的奖励。这个奖励的部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截那个图没有留下来，但是下期我有留然后它那个累积圈数可以获得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的 CP 值最高的那一圈是40圈，大家注意 CP 值最高的40圈哦，40圈是11136块的台币，所以是7单是1560×7哦。那如果要拿到我们的这个头发还有附赠特效的耳环的部分呢，是24940新台币，15.6单，简单来说就是16单，你就理解为16单。但是如果你已经要拉90圈了，你就拉满吧，拉满就是30740，这个有一些出入，会有左右的部分，是因为大家拉的时候脸黑脸白的部分，宁可少买不要多买，这个还是我们一样的原则哦，因为多买不能再抽别的东西了，所以呢宁可少买。那我们的部分在这个就110圈全部拉满是 19.3 单，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要拉满的话你就买19单少的补就好了。那如果你没有想要拉满的话，那只是想要拉到我们的白发然后送那个特效的耳环，那你就是 15.6 单，又大约买15单或是16单。但是说真的，你拉到90圈你干嘛不拉到那个就是拉满最后的那20圈呢？因为 CP 值其实是划算的，这个我们也有算过啊。好，以上的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下一期的四海争奇的预告了，所以大家现在要好好规划一下金钱的部分，毕竟现在还要开金尾嘛，大家要花费其实还蛮多，还要过年啊。那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吧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那么我们在四海争奇上线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做详细的影片分享了。我是小花，下个影片再见了。